第十八题，不计电池内电阻，下列何种电池连接方式的总电压最大？我们晓得 A 这个是两个电池并联，并联的时候总电压等于分电压，所以两个电池并联等于一个电池，所以这个总电压等于一个电池电压。B 呢是两个电池串联，串联的时候总电压等于分电压的和，所以这有两个电池串联，所以1加1等于2，所以等于有两个电池的电压。C 呢是三个电池并联，那跟我们的 A 一样，它等于它的总电压就等于可能分电压等于一个电池的电压。而 猪 呢有四个电池，可这个四个电池呢是两个两个相对的，他们两个正负跟负呢会互相抵消，所以它等于是呢零个电池的电压。所以第十八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种电池的连接方式的总电压最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